九八的投票会呢，我们从第一届参加到现在，啊，这是对香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。后疫情时代呢，我们很多新的议题啊，大家看到全球航运的变化，还有呢全球的这种贸易的变化，看到很多机遇。我们在这个时间呢，有很多产品技术在创新，同时呢，我们香港也发挥我们通道的功能，啊，我们要帮助这个外面基金啊投资到内地。